陣間我練拳嗰陣，咁就麻煩刀生你。冇問題啊，一於就等我。哎，嚇？呢度冇十個人俾你打喎。哎，你搞錯。哎，唔好意思，我意思係話用腥風十幫你拍 IG story。咁睇嚟我今日離唔開一場腥風血雨啦。今日實測嘅就係華碩新推出嘅腥風十。在現在大屏幕旗艦機當道的情況下，腥風十可以說是一股清流啊。螢幕和上代一樣都是 5.9 吋，不過就升級到電競級的 144Hz 屏幕更新率。雖然機身細小，但是都一樣有旗艦機的規格。今代就用了 Snapdragon 8 Gen 2 SoC 旗艦處理器，即是已經支援到最新的 Wi-Fi 7了。除了機細高性能之外，還有什麼賣點呢？腥風十最大賣點當然是它的雙鏡頭啦。腥風十的後置雙鏡主相機用了5000万像素 F1.9 廣角鏡頭，而它的120度超廣角鏡頭還改用了1300万像素。但除此之外有什麼特別呢？你一定是未見識過它的防守陣威力了。我用過上代之後，覺得它的防守陣令我相當驚喜。華碩腥風十今代都支援陸軸光學防震，而且可以應用在最高規格的 8K 24 frame per second 影片，首次拍攝的時候可以設定校準雲台，防震精準度就會更加高了。另外還有智慧防守震，可以因應畫面震動的程度而自動裁切畫面。如果想防震更加勁，還有最強的超級防守震功能，不過畫面就有比較多裁切，拍片的時候就記得不要拎得那麼低了。現在就等刀生試下防守震的表現了。同大家分享一些過場技巧，我會用物件遮黑個畫面作為過場，然之後就可以無縫銜接到下一個場景啦。仲有我會以運鏡作為過場添，例如忽然之間向上升，或者忽然之間向下降，上一個場景同下一個場景嘅方向記得要連貫翻係同一個方向啊。譬如上一個場景係向上嘅話，下一個場景就必然要向上升，咁樣睇落先至係順滑噶。而我亦都會用 POV 呢個方式嚟增加觀眾嘅代入感，就等我扮下教練先。本身佢嘅主鏡頭有 OIS 光學防守陣，其實個效果真係唔錯噶。我又估唔到，我又行又跑，出嚟嘅影像都幾穩定喎。開埋佢嘅智慧防守陣，哇，個效果非常理想，真係好似落咗肩部咁啊！無論係均速行定係跑，個畫面都係異常咁穩定啊！嗱，我哋睇翻 A 牌同埋 S 牌啊，佢哋嘅防守陣表現咧，其實都得到大家嘅認可噶啦。不過如果以整體嘅影像清晰度嚟講咧，我就覺得腥風十再加埋防守陣出嚟嘅畫質係最高嘅喎。腥風十強調單手操作，除了因為機身夠細，都因為它繼承了不少上代單手操作的獨家功能，例如側鍵可以設定為捲動瀏覽器頁面，快按兩下音量鍵可以直接連拍三張相等等，所有控制都不需要騰出雙手就可以完成了。那就連開機的時間都是省回，任何突發嘢都是影低啦。啊！用开相机或者 action cam 拍片的朋友都知道拍 4K 同埋拍 8K 啊，好食电噶嘛！而家用手机拍，仲要长开 mon 添，喂，我都唔知顶唔顶得顺啊！我意思系粒电啊！喂 ，cut 啊喂！其实都唔使我自己赞啦，各位观众自己都可以观察到，原来腥风十有成4300mAh 电池，都冇因为屏幕细咗所以少咗电。拍咗成日，哇，都仲有70几%電喎，而且機身亦都唔覺得佢有發熱嘅問題。咁細部機都咁旗艦級嘅表現，真係估唔到喎。哼，仲一樣你更加估唔到啊！你知唔知佢賣幾多錢先？旗艦機閒閒地8000-9000蚊到。今日6000都唔收你。咁抵？我要買10部。俾多10部。